我哋翻嚟第三節啦，咁誒頭先我哋睇到亦都係一個即係宇宙嘅問題啦，係生命宇宙嘅起源啦。咁我哋今節咧，我哋講講呢個天文嘅發現，但係未提呢個之前咧，要提一提中國嘅即係太空探索嘅成就啦，就係天宮一號。喂，天宮而家幾多號啊？我就冇去刻意去追，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佢嗰個嚟緊起個太空站嚇，就好大喎，係咪？總之就是準備要去取代那個的國際太空站的位置，因為國際太空站就預咗就唔捱得幾耐㗎啦。然後亦都冇乜動機去起一個即係聯合嘅新嘅太空站。咁但係中國就一路起緊，就已經砌緊，越起越大。咁最後嘅目標咧，咁就會係一個比起原有嘅國際太空站再要大多一倍。咁你會睇到就係即係中國嘅我話佢嘅努力啦。在去建設呢個咁樣嘅太空站嗰度，咁啊應該嗱咁講啦，我都相信佢最後咧係會達到一個好成功嘅成就嘅，會係。咁間房越大，梗係裝得多啲嘢啦，都其實有多啲嘢玩啦。咁會唔會裝部望遠鏡喺上面咧？望遠鏡就唔使嗱咁講，如果個望遠鏡你唔使人去特登去揸佢咧，就唔使特登擺個太空站嗰度嘅。你如果嗰樣嘢你係遙遠控制佢，你就擺遠啲，又最好就唔好預要需要有人上去搞佢啦。咁但係你話哈勃嗰啲曾經就要派個人上去整啦，但係嗰度亦都唔需要特登整個地方俾人去住嘅。咁太空站嗰個純粹就係預你擺一啲需要用人手操作嘅實驗喺度，咁你就將佢就擺喺嗰個嘅即係太空站嗰度咯。咁所以都係嘅，如果你入邊個空間越大咧，能夠做到啲地面實驗咧就越多。咁所以咧，其實你見無論係西方媒體都好咧，佢哋都多咗去報導嗰啲譬如天宮課堂嗰啲咁嘅嘢嚇，即係呢一個天宮課堂其實就係純粹一個大陸搞出嚟版本嘅好似嗰啲美國太空總署當年搞嗰啲即係科普教育一樣，就係你去將一啲本身喺地球嘅實驗，如果你整咗一個無重狀態出嚟，同一個實驗去到無重狀態會變成點咧？咁你發覺咧，如果喺嗰個中文媒體亦都係講呢類嘢咧，而家天宮就提供一個好豐富嘅資源去即係去做咯。好啦，咁如果我哋講而家太空嘅望遠鏡，當然離不開就係呢個 James Webb 嘅望遠鏡啦。基本上我哋差唔多每一集我哋都有少少關於佢嘅嘢啦。咁最近有啲咩新嘢望到啊？又有新嘢啦，但系我都覺得叻嘅，勁到個地步，我覺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咁而家啦，台長嗰度 show 咗個咁嘅圖啦，嚇，同埋呢單新聞。呢個新聞咧，佢都係純粹講就係話，哇，有一個咧，你都諗都諗唔到一個新發現，就係咧令到我哋對於一啲天文上嘅認識係有所改變。咁個改變就唔大唔細嘅，可以長遠，即係意味好深長嘅，就係咩咧？我哋抬頭望天咧，我哋見好多嘅星啦。咁我哋遇呢啲星，嗰啲星唔同嘅種類，我哋大約知啦。佢演化到一個咩階段，我哋知啦。咁我哋都遇咗幾乎每一個發光嘅星外邊，一定係圍繞住一啲行星，好似我哋太陽系一樣。哪怕嗰個星本身已經變到得翻係一個白矮星、一個中子星，佢外邊曾經係有過，或者係繼續會有行星，係一啲都唔奇嘅。咁然後我哋咧就好容易去假設就係話啦。所有的行星它都幾乎是圍繞著這些發光的星的了，不過呢爭在有時很暗很遠很難看到，我們未看到而已，所以就開了一門新的探索，就是我們去尋找太陽系以外其他的太陽系它的行星，我們找到很多的東西，找到很多很多的新發現，甚至乎發表了在重要的期刊那裡。但是呢有一樣東西我們遺漏了沒想的，就是說我哋好容易假設咗呢啲咁嘅行星都係因為萬有引力嘅緣故，都係好束縛住咗喺佢哋嗰個本身嘅行星嘅周圍嘅嚇。咁即係我哋唔會有個真係流浪地球或者係 lonely planet 喺度嘅，有嚇，但係咧就應該係少嘅，唔係咁容易揾到嘅。今次咧發現嘅係咩咧？我哋係揾到 lonely planet， 而且唔係揾到一個，係揾到一對。他們是甩了出來，而且呢就不是圍繞著他們本身，即是甩了出來就不是再圍繞著他們本身發光的那顆星。而更特別的一件事就是說，他不是在很遲的階段甩了出來，他是在整個他們那個的太陽系裡面很早就已經甩了出來，即是因為呢他是在一個比較年輕的一個
星雲嘅附近，而我哋知道嗰個星雲咧，大約可以估到佢係演化到一個咩階段同埋咩年齡。得意嘅位置就係咧，竟然佢係一個相對比起我哋太陽係年輕好多嘅一個嘅一堆星雲，更加原始嘅個太陽系就已經有一對行星係甩咗出嚟飛咗，就變咗成係一對嘅 lonely planet。佢咧個星體咧就其中一個咧，兩個都會比起我哋嘅木星大。如果冇記錯個數字就係其中一個係大成13倍，但係比木星大13倍咧，都係一個好輕嘅行星嚟嘅啫。如果喺即係太陽嘅其他嘅星體，即係太陽系或者即係我哋銀河入邊其他星體眼中啊，都係好細嘅一個嘅行星嘅啫。咁另外一個都相對係有另外一個就係、是比起木星輕少少，就 60% 嘅啫。咁你見就佢哋一個係我會話啦，叫流浪木星啦，唔係流浪地球啦。啊！佢哋嗰種結構應該都係以氫為主嘅氣態氫為主噶啦，所以係一個流浪木星嚟嘅。咁就飛咗出嚟。咁而咧唔用 James Webb 你冇辦法去睇得到嘅，因為咧 James Webb 呢個望遠鏡咧係好主力咧係運用佢嗰個遠紅外線嘅頻譜嚟去睇嘢嘅。佢一樣可以睇可見光嘅頻譜，但係對於一啲咧未有足夠嘅熱去發到可見光嘅嗰啲咁嘅星雲咧。就可以透過睇佢個紅外線咧，嚟去睇到佢醖釀成點啦。咁所以今次 James Webb 咧，佢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咧，佢可以幫我哋咧，唔係淨係追住睇一啲已經發緊可見光嘅星，而係一啲咧可見光嘅星之間一啲未發光、密度唔係好高，但係實際上原來有嘢嘅一啲地帶咧。都可以透過嗰個紅外線嘅頻譜嚟去睇到，而今次正正就係要靠住呢一種咁嘅能力咧，先至可以幫我哋揾到一個已經遠離本身嗰個主行星嘅嗰啲流浪行星，就卒之係要透過 James Webb 咁先至揾得到咯。咁所以出嚟嘅結果咧，我覺得係幾顛倒咗我哋一向嘅認識嘅，因為我哋本身冇諗過係咁即係咁輕易地去。就去揾得到，因為你喺呢個咁嘅環境，你已經咁樣揾到兩粒嘅時候咧，你已經注定就係話咧，如果喺宇宙入邊其他嘅環境入邊，亦都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流浪嘅行星喺度出現添。即係話今次我覺得嗰個發現唔係淨係揾到兩粒嘢咁簡單，而係嗰種流浪行星嗰種一啲原來我哋冇注意到而又存在嘅一啲正常物質咧，其實係比我想象中更加多嘅添。咁呢個原理係咪等於我哋夜晚嘅夜視鏡啊？即係嗰啲而家啲軍隊戴嘅頭戴半，咦？日頭睇唔到，啲夜晚睇到喎，係咪嗰類型？基本上就係噶啦，嚇！即係因為佢係用嗰個紅外線嘅頻譜嚟睇嘢啊嘛，嚇！就係夜視鏡嘅原理嘅啫。但係點解個呢個 planet 呢個行星會甩咗出嚟咧？嗱，呢樣就值得問啦。你離唔開係有其他萬有引力效應喺度嘅。你話如果要陳志雲級數嘅人去估，咁我就估，哦，可能咧佢係呢個太陽系形成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嘅太陽系差唔多嘅，好多其他嘅訪客喺度嘅。如果甚至乎你係同隔離一個都近近地嘅太陽系去曾經係相撞過，或者有啲比較重嘅天體啊，唔知喺邊度嚟嘅，咁跟住相撞過。佢個相撞唔係話直接係面對面咁撞，係純粹係側邊咁樣擦過，咁於是乎就已經成個萬有引力喺一段時間就有個改變，令到脱離咗原本嘅軌道。通常呢啲嘢咧，我哋會諗，即係我哋就算喺嗰個嘅電腦嘅模擬都曾經做過嘅。如果你係兩個銀河係互相去撞嘅時候咧，入邊好多時發生嘅事咧，就未必係星同星之間頭撞頭咁撞，而係咧。佢哋嘅萬有引力就會係因為好多嘅擦身而過事件咧，令到啲軌道亂曬，就令到咧可能入邊有兩個太陽係擦身而過之後咧，就令到大家本身周圍孭住嘅嗰堆行星仔咧，啲軌道散曬甩曬出去。即係你可以想象啊，即係兩隻母雞後邊跟住堆雞仔。兩個母雞去互相去咁樣擦過行過打交嘅時候，跟住嗰啲雞仔跟錯隊或者甩咗隊嚇。咁喺我哋嘅呢啲咁樣嘅太陽系或者銀河系入邊，應該係經常發生呢啲咁樣嘅事嚇。咁如果係咁嘅話，
我哋身處嘅地球係咪都有機會發生類似嘅事件咧？理論上係嘅嚇，不過你一定要有翻嗰、那個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嘢，先能夠喺你擦身而過嘅時候產生足夠嘅萬有引力影響，令到你離開咗地球嗰個軌道咯嚇。咁所以就係話你可以留意住有冇嘢飛緊嚟啦。如果冇嘅話，咁基本上你唔需要擔心啦。即係我哋繼續會圍繞住個太陽去轉啦嚇。但係喺離我哋好遠嘅其他地方嘅其他太陽系入邊咧，照計就係、是、即係總會，因為我哋見到好多銀河系之間嘅相撞嘅，所以咧我哋都預期就係話應該好多呢啲流浪行星係會出咗嚟，唔止流浪行星，流浪行星都有。佢可能呢只母雞所有嘅雞仔都冇曬。就係得翻佢一粒，自己飛咗出去，飛咗出去咧，仲要唔係喺翻佢哋自己嗰個星系群嗰度，就離開咗零零舍舍一個，係介乎一個星系群同另外一個星系群中間一個比較虛空啲嘅地帶，無端端有粒流浪嘅太陽喺度都唔奇嚇。咁如果有，譬如我哋講下呢個行星先啦。如果你真係飛咗出嚟，咁會發生咩事？又咁講，通常就冇乜嘢好發生嘅，好悶嘅。因為咧，你冇咗個主行星佢照耀住佢嘅時候咧，我用我地球做例子啊。你諗下，如果突然之間太陽熄機，第一件即係會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地球上邊或者其他所有行星嘅大氣上邊所有嘅天氣系統全部會停曬，就唔會再有嗰啲大尺度嗰啲環流，即係個因為你要外邊俾熱，就令到佢產生對流。太陽就好似一個。一團好勁嘅火，去嘗試去將嗰個其他行星上面嘅大氣去加熱，咁完之後佢個大氣上面有對流嘅，其實你就可以好似離遠去煲緊水一樣。但係你攞走呢個火，佢嗰對流運動好快就會熄滅曬，嚇咁基本上就一片死寂嘅，咁所以就會話冇乜嘢好發生噶啦，就會係。咁如果係太陽類似係太陽咁物體飛咗出嚟，咁會點？佢會自己會點？咁佢自己就冇乜點嘅啫，嚇！佢自己因為佢自己嗰個嘅發光發熱嘅過程就係個核聚變，同埋佢自己產生嘅萬有引力嘅一個平衡嘅結果，嚇！就唔係受一啲外在因素影響嘅，即係你唔會話哦，我個太陽嘅大氣似乎又受咗另外其他嘅某其他嘢影響，就唔係。當然佢可唔可以受其他影響可以，但係就係要去遇到一啲同佢嗰個嘅體積。質量更加懸殊地大的東西才能夠令它足夠產生足夠的影響，即譬如說到什麼東西，就是我們知道有些銀河中心的黑洞基本上它就是這樣吃一些行星的了，它不理你是不是流浪不流浪，在旁邊就會吃了它的了，這個就是說另外一個級數的天文現象。那我你有沒有最近留意一下新聞說那個黑洞 會轉的那個新聞？黑洞就我哋不嬲理論上預咗佢會轉嘅啦，但係我哋有冇真係能夠好仔細度到佢點轉咧？咁就係最近即係、就是、有個精細嘅測量咯。啊 ，OK， 咁問翻呢度咧，如果譬如話嗰個嘅行星佢即係脱離咗出嚟之後咧，係咪理論上入邊嘅生命一定即係冇辦法繼續嘅？我會話一定係咯。嗱，除非佢原先已經有一啲嘅生命，而嗰啲生命最後係可以喺一個地底的環境去適應，而個地底咧唔係一個直靜的地底，而係一個繼續有比較温暖同活躍的地熱運動，咁你就可能先有一啲嘅希望喺入邊去存留咗保留翻某一啲嘅生命體喺下邊。但係你話喺個即係會唔會再有喺個表面上邊會唔會再新嘅生命體產生啊？咁呢個就極其困難啦，因為你冇一個即係額外嘅。太陽能在這裡去幫你去運，即是維持這個演化繼續運作下去嘛。那今次這個望遠鏡望到呢，因為它自己不實發光，是不是一些光的反射令到我們望到它？又這樣說，它不是完全不發光，它不發可見光，它是有些殘餘的餘熱令到它繼續發一些紅外光，即是這樣說，只要它不是零度，它是會都會有光發出來的，那個就叫黑體輻射的原理嘛。但是現在只不過它發的光主要是在紅外線的頻譜，所以呢就是你用 Hubble 是不會看到，而你用到 James Webb 呢你就會看到了。它就有講到一些我講開數字，它就說呢現在看到的那個流浪木星，
即係我姑且咁叫佢啦。佢嗰個嘅温度啊，大約係攝氏都有成1000度嘅。咁你比較翻，我哋嘅太陽佢個表面温度係6000度，咁所以我哋就會睇到佢主要發出嚟嘅光就係、是、黃色嗰邊嘅波段。但係咧，如果你係個温度係低過4000度嘅話咧，咁你就係紅色，或者連慢慢連個紅色都就更加暗，越嚟越暗。如果係低過啲3000度、2000度，譬如呢啲1000度咧，就基本上你都睇唔到佢發緊咩光噶啦。咁佢就係一個比較主要係發呢一個紅外線射線源嘅一啲咁嘅星體啦。嗯，咁而家話咧就揾到個地方咧，就應該係獵狐座嘅星雲啦嚇。OK 嚇、嗯。咁佢呢個嘅即係發現咧，點解話個標題就話佢係我哋冇現行嘅理論解釋到呢樣嘢？最解釋唔到個位就係咧，點解可以喺佢本身嗰個嘅主行星？或者整個星系那個它本身的母體太陽系，我們叫做可以這麼快就甩到出來。我們通常預計它沒有那麼快的，就是可能你的星體本身已經是進入一個穩定的狀態，然後你外面的行星才慢慢冷卻形成，就是說我會預計，譬如用我們太陽系來做例子，我們是會比較傾向去認為是那個太陽已經形成曬先，已經組合成功了先，然後才有我們周圍八大行星去出現的。但是現在似乎呢個 picture 就不是，它是很早的階段，那個星雲裡面的太陽都未完全去穩定地下來的時候呢，就已經有兩粒這樣的行星去甩了出來。那這樣就是我們現在都沒辦法 去理解那樣東西了。好，那這一節就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啊。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